骑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文评论道。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骑坛动态。2013年第三届中国江堰黄龙市双灯杯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第一阶段的比赛日前呢在江苏江堰进行。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女子围棋精英们在黄龙市故里上演了一出跌宕起伏的精彩好戏。志在复仇的韩国队今年开局打劫，1996年出生的小将金彩英出段，出人预料，豪取四连胜。危急之际，中国队的小鱼儿于之莹二段披挂上阵，执黑269手，中盘战胜金彩英，成功扳头。第三届黄龙市双灯杯世界女子围棋擂台赛今天下午在江苏的江堰结束。在第五局的争夺中，中国队小将于之莹顶住压力，击败了此前已经是四连胜的韩国棋手金彩英。执黑先行的于之莹抓住对手最后时刻的失误，成功的击败了对手。就是下到中间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我赢挺多的，然后后面就挺想就稳下来，但是后来越来越稳不住，就亏得越来越多，然后到后来就突然发现要输了，然后最后对手犯了一个挺简单的错误，然后才侥幸。其实赛前也没有想就是应该会拿下怎么样的，因为对手也挺厉害的嘛，就是好好下就行了，不要给自己增加什么负担。是那个差不多嘛的，然后对手后面有一度下的挺软的，然后感觉对手不是很发挥。随后小鱼儿又乘胜追击，连克日韩棋手，势如破竹，三连胜，一举挽回局面，使得中韩棋手在人数上再度持平，而日本棋手无一胜绩，沦为陪衬。下一阶段的比赛将会在四月份继续在江堰进行。好，这边厢啊，女子围棋擂台赛的烽火渐熄，而那边厢呢，男子围棋擂台赛又擂响了战鼓。在上海，本周是进行了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同样也是一波三折。本届农心杯最后阶段的决赛依然是延续着中韩争霸的格局，在3-2的优势局面下，陈耀烨九段不敌韩国的副帅崔哲翰，随后中国的副将谢赫出马完胜崔毒，此时中国队迎来了2-1的夺冠良机。但随后的进程却成了一个人的舞台，第一次登上农心杯擂台就担当主帅的韩国90后小将朴廷桓九段状态神勇，在重压之下展现出一个胜负师的潜质，连挑中方的谢赫和姜维杰两员上将，最终将农心杯收入囊中。让我们记住这张面孔，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他将成为继李昌镐和李世石之后又一个横在中国队面前的太极虎。3月4号，刚刚为韩国队夺得农心杯的朴廷桓一转身又站在了第七届英式杯的决赛舞台上，这一次他的对手是中国90后的新锐棋手的代表人物，年仅17岁的范廷钰三段。决赛是5番棋，此前在新加坡进行的前2局的比赛中，两人1-1平分秋色，本局范廷钰直白，续盘即在右上引争，随后靠下无忧角开局得分，而朴廷桓也毫不示弱，二路反打率先挑起激战，经过满盘眼花缭乱的缠绕攻杀，就在朴廷桓成功的将局面搅乱堪堪得手之际，范廷钰临危不乱，手起刀落，一举斩获黑棋大龙，178手，范廷钰直白不计点胜，从而在5番棋决战中以2-1领先，距个人首座世界冠军的奖杯仅仅一步之遥。今天双方将迎来第四局的较量，这是中韩新生代领军人物的首度交锋，也许这场决战还将决定着在今后10年中韩围棋谁主沉浮。好，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咱们还是请上老朋友王源八段和裘丹云二段，他们将联袂为我们讲解本届农心杯的决赛决胜之局啊，韩国的朴廷桓九段和我们中国的姜维杰九段的精彩对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下面呢，就由我和王源老师来给大家具体的讲解这盘精彩的对局。那么对局的双方呢，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就是韩国的朴廷桓九段和我们中国的姜维杰九段。这两位呢，都已经是拿过世界冠军的棋手了，而且呢，都是90后的棋手，今年呢都很年轻啊。那么这两位年轻棋手在最后的这个农心杯的主将决战当中，到底谁能赢啊？这个小球是这样哈，就因为这盘棋呢非常著名，在他比赛的当天呢，实际上我们很多关心围棋的棋友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对，是的，那么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再等于换一个场合再重新回顾一下。嗯，我觉得呢，我们看棋呢有些因素要考虑到，就是我总是有机会想给大家报告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看围棋的时候，如果你思路就局限在这招棋好那招棋不好，那就显得很平面。嗯，所以我们既然是围棋又是文化嘛，那么我们要品味，所以要从多个角度来看它。比方说咱们这次比赛它还有一个，我看了一下啊，它是就是三国擂台赛了，对，这个龙心杯这个世界围棋团体赛也是三国擂台赛。这个三国擂台赛呢，它下到最后的时候啊，在本届当中它有些非常残酷的条件，这个使这个比赛呢当然就把棋友的胃口就吊得很足哈。嗯，是什么比方说它第二名没有奖金，他只有第一名把奖金全转，然后第二名第三名没有奖金。嗯，因为本来就只有三个队嘛。对，是啊，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就使这个比赛变得很压力很大。嗯，是的，是的。我们了解这一情况再来考虑，当姜维杰出场的时候，他面对朴廷桓，下这盘棋啊，就是个人的胜负决定团体的命运的时候，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没错，你从这个角度了解这些信息，再来看他的棋呢，我觉得感受会有些不一样。是的，是的。还有他们两位之间对战，彼此的对战成绩怎么样？这个姜维杰是处于下风的。在此之前呢，他跟朴廷桓总共下过三盘棋，分别是在不同的比赛。比如说第一次呢，可能是还比较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拿世界冠军的时候。现在有年轻。是，那个时候是中韩一个对抗赛，然后第二盘呢，好像是一个世界大赛的那种本赛吧。第三盘呢，就是前一段时间的智英会。这三盘棋姜维杰都输掉了。所以在心理上来说的话，可能姜维杰会落于下风。但也可能反而处于上风。啊，我觉得，因为年轻人啊，他现在啊，他的内心这种情绪，他刷新很快，清零很快。是的，是的，应该是这样。但是这些呢，都不是我们说他非常有逻辑性，不一定。我们在这聊嘛，他既然是这个欣赏棋局嘛，哈。是。下边我们干脆就结合他们这个棋来看看。我觉得呢，这盘棋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但实际上呢，我还是想说，一盘棋的输赢啊，现在没有那么重要，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它很可能会变成好事儿。嗯，但是我们在欣赏棋局的时候呢，多欣赏一些味道就好啊。职业高手呢，像姜维杰啊，他这样的世界冠军级的高手，通过这盘棋好好总结一下，反而变成好事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没错，我们看这盘棋，朴廷桓是黑棋，执黑先行。而且龙心战它这个比赛是每方一个小时吧，好像是。是的，是的。一个小时，那就是说这个时间实际上很紧。是一个快棋赛，而且呢，一个小时用完之后，只有一分钟一次的读秒，也就是说这一次是不能超过，你超过就超时了。对。啊，那每一步棋，你凡一小时早早晚晚都是要用完的。好，我们接着看这招棋是心哈。然后挂，这个开局，故事也很多啊。下一招是这个。对，这个是流行布局。流行布局。有一个简单的故事，就下这盘棋之前，实际上朴廷桓和谢赫。他们两个下，谢赫下的就是这个，对，跟朴廷桓下，朴廷桓他也下成这样啊。好，我们接着看白棋，姜维杰是分头，小飞在猜二，这个是他们现在年轻的职业高手他们的一种定式，是啊，或者说一种时尚，不是定式，是时尚。点住，白棋现在点了这个。这个点呢，朴廷桓和谢赫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下的。是的，是的，他就是下白棋。那么姜维杰呢，就幽默跟朴廷桓幽默一下，我也用你的招法来点这个以下呢，将会涉及到非常多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随着他这盘棋的主线往下推啊。黑棋下一招呢，这个朴廷桓就下出了一个点。点在这儿。这个当然白棋就挡。是。不用求变，黑棋再盖住。白棋再飞下去，姜维杰，好，对，
然后黑棋在挖粘，他是黑棋就一心一意要在这儿下出一根棍子来，是的，让白棋的棋形有一些缺陷，做这个、他小缺陷小味道的文章。嗯，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呢，小球，我觉得我们广大棋友可以怎么看呢？总体上来看，最初黑棋这个地方有三个子，上边像是有一些模样，因为你已经投资了三个棋子嘛，角上一个子嘛，这儿挂角一个子，站边一个子，嗯，有了这个先期的投入，但是紧接着这个战斗发展下去呢，我们发现黑棋预先做了三个子投资的地方呢，最终没有多少空，嗯，我们只看它的最开始和最终的结果，中间的过程有很多变化，就是所谓他们说的一种叫黑箱理论，就是一个东西放进一个箱子里，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嗯，这个箱子里发生了什么，我不管，我不太知道。我只知道它最初进去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三个棋子，最后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黑棋没多少空。没错，是这样。所以呢，尽管有很多变化，我觉得在这儿我们欣赏棋局的时候可以暂时省略。这样来看呢，看最终的结果，发现黑棋没多少空。嗯，那这个布局就是黑棋不见得怎么样。对，如果说在没多少空的时候，假如说你对白棋这两块棋能够产生一定的压力，或者说以后能怎么样攻击它，但是现在呢，看起来，虽然说你挖粘了，但是白棋呢这儿可以拆一，拆一，它脚跟站得很稳。对，那上面两个子呢搁在那儿呢，你也不太好攻，不太好攻，那你这个空都白白的丢掉了，就是不是很好，就是一个问题，是的，是吧？我们也不能斩钉截铁的说朴廷桓用这个用得不怎么样，这个迷你中国流或者说这个叫流星流，我们中国的流星七段下得多下得早啊，他用得不怎么样，这个结论好像也太武断了。嗯，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想给大家做一个速写，一个速写的素描来摆一个变化，就是白棋这个它是可以不走的，是你比方说他走这个，那么黑棋最凶悍的是这个断掉，那么他就把这个吃掉，吃了黑棋，因为吃掉这两个子呢有一定的价值，就是使这个断点它可以不补。嗯，但是我们摆最朴实的下一招看黑棋走哪儿，你是提还是猴，我摆的有点犹豫、犹豫，你猴呢白棋甚至可以马上跳，嗯，然后你下一步冲了，你断马边啊，你断一边我吃另一边，你断哪边我吃哪边，就这个意思哈。是，最基本的当然是提，提掉呢白棋就贴，就下成这样就行。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啊它很弱，是吧？嗯，那么我们摆一个示意图啊，请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它很大，但是上边也很大。嗯，那么黑棋你比方说这个吃是最厉害的，最进攻，那么白棋是不是就出来了？没有，关键是白棋不理了，就你接着吃，下一步黑棋还要吃的时候，小球我们发现它没有一招棋可以把它吃得非常干净。哎，当然活白棋活也很难受，但是他不走了，你来吃。我就发现我这吃的，哈哈，你吃这个是最对啊，我吃这个也不太对、啊。人家也不走了，不走了，他是不走了。嗯，你走这个嘛，那我就走这个嘛，这有什么关系呢？各走各的嘛，或者占这个大场也行。是的，是的。就像刚才给大家说的一样，我只能很快的给大家画一个速写，画一个素描出来啊，不能够说得很细，因为这个变化太多。下成这样之后，我们发现，哎，以后你这个就把我吃掉了。然后再一挖，我不是现在走啊，我是放在这儿继续不走。嗯，如果他顶打呢，这个就虎出来。哇，这个虎出来！你说现在世界上究竟谁吃谁？待会儿，然后待会儿你小心，他这个官子一收啊，你这块还没活。对，是的。啊，黑棋并没有活干净。就这个意思，就是说白棋的选择余地非常多，但是他当然实战，姜维杰没有这样下。嗯，这个就给大家放一个变化图放在这儿，就是白棋啊，最朴实的是这个。然后潇洒一点可以走这个撞一下，对，你上班我咔嚓，你下班我也咔嚓啊，哎，都断了，哎，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要疼，但这个就不能摆得太多了啊，因为这个这些变化摆得太多呢，就叫喧宾夺主啊，人家的主线不是这么下的。姜维杰下了这个可以，朴廷桓跳刺，下一招呢白棋本来很想冲断，但是再冲一挡住，咔嚓一断，断这个，对，这个也是可以做文章的，嗯，但是在你冲的一瞬间，小球它会断这个，你冲的时候它就断你，这是个妖怪，啊，这断的，这是个妖怪，你不能接，主要是接被一爬已经死了，对，这一接被它一爬死了，你一吃嘛，当然它这个就吃掉了，是的，是不是？嗯、你刚才这个还没走到，嗯，所以这一段呢，姜维杰也是很小心，他就接上了，说一千到一万，我想跟大家先这样报告。嗯，
就白棋可以选择可以做文章耍花枪的这个选择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最终姜维杰下了一个最朴实的结果呢，黑棋也不好。啊，我们接着往下看，黑棋下一招猴，白棋虎，黑棋虎，白棋接上，接上。好了，黑棋平连环他不肯接，对，他接上的话是不是会被白棋跳到这儿去啊？哇，对，这个白棋下牌又太多了啊。哦，对，待会儿小心他又跳到这儿来。反正总体来说，黑棋看起来挺厚的，走了一串。嗯嗯。但是您这块活了吗？对，他主要是这一块没多少目啊，嗯，忙了半天。是，当然这个也不能把人家一棍子打死，好像说黑棋这个下法效率就是低哈，嗯，要不然人家最终怎么赢的呢，对吧？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们品味，我们看，看这盘棋的味道啊，嗯，可以从这些地方切入。然后我们接着看，他平连环他就选择了一个，他又不能走这个。他走这个的话，白棋是会顶吗？白棋就一顶啊，他没有下面的形，一长他双断了，是吧？你一接他鼓出去了，嗯，所以呢，朴廷桓用了一个特别急的方式，靠，嗯，看上去像手筋，但是这样的手筋呢，效果也不怎么样啊。姜维杰大智若愚，非常朴实的就退回来，接住这个断点必须要补，没有办法，接住，这都是可以的。然后黑棋长一个，长一个正常，下一步白棋再跳刺，嗯，这是想借力，黑棋。哎呀，这个地方很难受，这有一根棍子，但是这根棍子不是铁棍，因为你这块棋还没活，所以你用力过猛啊，白棋这儿子力多了之后，待会儿他反戈一击，你还没活。对，是的，嗯，顺便给大家画个示意图啊，假如这个棋是这样的话，那情况就不同了，他已经铁了，那这个地方简直黑棋就完全不会了，下这个双都可以，你这块棋都不好活。是的，就是说他一个地方是不是外势啊，你走这个干脆就直接倒尖冲就吃你都有可能。嗯，好，现在呢由于他也有顾忌，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接上，白棋飞出来，在这儿，嗯，现在看起来白棋已经扬长而去了，对，白棋的头大踏步出来了，是，嗯，在这儿黑棋这个必须紧追飞，嗯，紧追不舍啊，现在白棋如果压嘛，他是不是要夹断他呀，他就先是不是先冲一下，先横冲冲这个，对，哦，你一退嘛，他就靠断。哦，反正是要断了。要断，嗯，啊，这也绝对不会让你连上。所以白棋当然也很仔细，飞。嗯，行，下成这样呢，朴廷桓因为这也是个新型了哈。对。就是我觉得呢，我们欣赏这盘棋呢，可以刚才说了，了解了一些这个盘棋的它的背景，嗯，是吧？包括你看。这盘棋谁赢了，我只有赢了我这支队伍才能夺冠军，还有我只有赢了我这支队伍大家才能分奖金，要不然大家都是啊白辛苦啊，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设置很好，这使他的比赛的戏剧性好，是吧？就像我们下一盘棋经常也在说，就是这围棋啊下到最终啊你还是要分胜负的，对，所以就意味着如果你这盘棋输掉的话，你之前在盘上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精妙构思都全部没有意义，嗯，你最后要取胜才行，这个是现代围棋的一个尴尬。嗯，那么了解这些情况呢，发现姜维杰下这盘棋压力很大，对吧？朴廷桓呢，他毕竟是已经赢过一盘了，赢了谢赫，他上一盘赢了谢赫了，对啊，当然他压力也很大，没错。这个比赛因为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一个比赛，嗯，啊，因为它属于有点团体赛的性质，团体赛性质，而且还有，我们也不怕揭疮疤，因为现在我们要说自己的不足，没关系啊，没有十强十美的人，我们中国围棋现在那么强，但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大家看已经14届了，对，中国夺过2次冠军，也就是说前13届中国拿过2次，嗯，日本拿过1次，其他的10届都是韩国人夺的，啊，对，因此这个变成很希望啊，很希望嘛，但是变成姜维杰的另外一个压力，对，是不是，啊，是的。因此对于这个小伙子来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我们一边欣赏棋，一边总结一些东西就很好，啊，行，下一招实际上朴廷桓也很着急，这个棋下成这样，黑棋这个运转已经运转不动了，你看白棋这个边上它有一只眼，有半只眼，这个地方怀里揣着已经接近半只眼，对，换句话说这块白棋已经有一只铁眼，嗯，外加这个头还非常宽敞的在外头，嗯，黑棋攻不着，攻不着意味着什么呢？刚才黑棋这个大模样，你不叫引狼入室吗？它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下边一招棋呢可以体现朴廷桓的心情。我建议呢，黑棋是应该从长计议了，现在慢慢来，没走任何大场，
就是你把攻击放下来，放一拍，走任何大场，然后呢，根据周围情况的变化再说。嗯，下一招我们看朴廷桓，他是嘣一下就飞到这儿来，哎，看起来气势很好啊。但是假如这招棋再落空的话，那黑棋全局的实控就远远落后了。对，因为刚才王老师说了嘛，这儿的空已经被破了啊，你本来是以这个角为中心的下的这个流星流啊，但是这个地方你看剩下几目棋啊，嗯，这以后即使能挡到三三，也没剩下几目了。嗯，哇，那兄弟打架，哎，反正全部对，对对，全部不对。嗯，这黑棋的空其实很少。对，这棋我建议他就是直线进攻，要等一拍。嗯，这个回旋余地比较大啊，但朴廷桓走了这个，马上这个姜维杰这个棋就非常好下。我们接着往下看，他下得很好，姜维杰。他先跳一个。先跳，这个是可以的。黑棋必然要接。必须接啊，没办法。那白棋再贴，问个应手。对。好。他要求把自己这只眼先做实了。对，这只眼也不实，理论上来说也不实。如果他是一个铁眼的话，假如是这样的话，哎，这样是铁眼。或者这样的话，是个铁眼的话，就是这有一只半眼了。对对。那这个棋就会活得不是一般的，但他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呢，将来人家一次你接他就熟冲，再一熟冲，再一熟冲一走啊，理论上来说你这只有半只眼，这不是铁眼，不是铁眼，但实际上呢，这个理论因为跟实际相距，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周边啊黑棋什么地方都没有外势，嗯，所以他这个地方简直是让你连走两手，就是你脚上破我的眼，外边再让你走你也干看了，是不是望洋兴叹啊，所以白棋完全活了。对，白棋活了，我们再来看，在这么重要的时候，你这招棋的投资又有多少价值？嗯，是不是啊？如果你这招投资是这边是这样的话，那还可以，啊，那倒是很大。行，下的是我们为姜维杰高兴，下边姜维杰也下得很好，靠，他靠这个，对，黑棋搬，对，这个对于挂完星位之后这个棋子，如果它有一些背景的话，幅度又不是太广。那么接下来姜维杰的下法就是经典的下法，哎，就让他成空靠断，是在这种棋形下，也就是说这块棋你不打算进去了，对，就把空准备让给他了，给他 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比较好的一种定型手法吧，嗯，看看黑棋会怎么应，对，像这种棋形，王老师他有，比如说他能哇打起来吗？可以，可以。他，但是朴廷桓他实在是不情愿，他不想这样下。对，这个主要帮白棋外边撞实了，撞实了。你这个必须接，白给大家看看。嗯。然后白棋连扳。连扳，对，连扳下一招棋，他还只好再叫吃，因为这个你单扳这个借力不够，他接上了。接上。对你下一步还不敢藏到二二去，外边要出事儿。这个被那边一长之类的，这个就显然出事了，吃不掉人家是吧？所以他只有卖就卖到底，那么这个叫吃，大吃，接上再叫吃，白棋长，对，他再贴近二二，黑棋再贴，嗯，这个是角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变化吧。下边一招棋你还只好这样吃，嗯，是不是啊？他现在当然不走了，将来利是劫财。那么立这个还是你应手，你很讨厌，你是粘还是挡？你粘这个呢，脚上关子好一点，对，是吧？但是外边的劫财一摞又一筐，哎，待会儿这儿还有各种各样的借用啊。你接这个呢，是外边的劫财和借用少了，但是脚上的关子亏了，而且将来他继续打劫的时候拐，你还得走吧？对，再一断，哎呦喂，他又不损，你还当心出奇，这个里头走进去啊。哎，最简单的就是一走，你要会跳嘛，你不会跳，被他这一打，这一打，你比如你吃这个，吃这个还不行，被拐了是不是要出事儿？有像是要出事儿的样子。你至少你一挡一打一打再一扳得，还出棋了啊！是，所以这个地方呢，黑棋大概是这个是本手，本手走完了，那外边白棋铁后，哎，这个显然是白棋好，嗯，啊，黑棋不愿意这样下，是，嗯，这图摆给大家看看。所以说呢，黑棋不愿意打吃这个，嗯，主要是让白棋外面下厚了之后呢，白棋抢到一个先手，对，扩张。这个一扭一断，让他成空，留下一些味道足矣，然后争先手占大场。嗯，哎，这个就是白棋姜维杰的表现，实战，就是他立，黑棋立下去了，在这儿。对，白棋下一招叫拍打，对，黑棋这个要长。然后这会儿再鱼形虎柱虎下去让他补，嗯，朴廷桓接着叫吃，
大吃这一项，街上，黑棋现在拐打，现在这算是告一段落了。告一段落，等于接下来我想说一个什么话题呢？小秋，就是说，我们姜维杰啊，他也是非常优秀，世界冠军嘛，世界冠军，而且全国这个比赛的冠军，像什么，我记得是西南王还是什么比赛的。大奖赛的冠军他也拿过啊，而且拿过名人，虽然刚刚又丢掉了啊。对，而且他在夺得名人头衔之后，在三国名人擂台赛上取得冠军。对，这个小伙子很好，这个给人的印象，大家广大棋友看到过，跟他接触过，都知道他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小伙子啊，棋很好。但尽管如此呢，我觉得带来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在面临这么重大压力的比赛当中啊，我很希望他们年轻人是既知道朴廷桓很强大，对，同时一定更要知道自己比他还好。我觉得这个尺度把握好了最重要，最重要。但是这个三言两语就说不清楚了。换句话说，希望他们的心态磨练得以后非常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围棋的风格，棋风，因为姜维杰他力量很强，对，他擅长于我们年轻高手当中的大部分力量都很强。是的，是的。而我呢，作为前辈老同志啊，非常希望他们年轻人呢，在力量很强的时候，这个同时要具备一点什么呢？要知道除了刚的棋，还有柔的境界；除了快速的发展，还要有踩一脚刹车的。哎，你的眼光还要挂到这个方面去。我非常希望他们这样。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关心围棋也喜欢看这种大砍大杀的棋，他们的表现都很好，我们几乎每盘棋都可以看见杀大龙的棋啊，大家很过瘾。但对于他们职业高手来说，如果有谁真的在柔和缓，在和平，在这些方面呢再多动一些脑筋的话，多注意一些的话，他们那个棋艺境界肯定是和同辈相比啊，肯定就拓宽了。我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东西呢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棋风不同啊，有的人呢是擅长比如说砍杀，像姜维杰这样的棋手，有的人呢比较擅长于后半盘的收束，也有很多像棋类型，像陈耀烨或者我觉得之前的孔杰也是比较擅长于控制他的局面的，所以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同，想要他综合呢这是比较难的，确实是，因为想让他在砍杀的同时又要他注意细节，又要他注意柔的方面，确实对他来说有点过难了。对，但是我们看棋吧，看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现呢，已知的信息显然是白棋好，接下来呢主要有一招棋，这招棋就是杀人不见血的一招，这个就太好了，一定要摆给大家看看。那盘上的九九五夫啊，你总是抡着大刀就冲啊，但有的时候有些阴招挺有意思的，比方说下边这一招就是这个阴招，就这个妖怪啊，一下就是我棋已经死了，但是我再多送你一个，您怎么吃？哎呀，这招棋一下，我觉得对方简直，我夸张一下打个引号，这个意志都要被摧毁了。其实刚才王老师在讲之前呢就问我，他说我先尝你一个，你走哪儿啊？我说我难受，我不知道走哪儿。不知道下什么。因为首先朴廷桓他为什么不拐，他可以拐，他为什么不拐呢？他就是不愿意你挡住了之后，将来无论他走这个还是走这个，脚上这个点呢加呢他不一定活棋，对，他不愿意亏，因此他就想单拐呢，将来我留这个是一定可以挂你的关子，是的，他就是这个意思。好了，他不是有这个心理，他不愿意拐吗？行，那我现在送你一个，就是首先你不能不理我，是吧？你不理我，不吃了，那我就肯定出棋嘛。那么你理，你怎么理？你理这个，我觉得大概还是只能理这个。估计他只能理这个，是吧？那我这个不是就装在兜里了吗？对，这已经欠一打吃了。这已经在我兜里了吧？是吧？还有啊，我待会儿打劫的时候，我再送你一个，这个叫我气死你。我再送你这个妖怪，这真的黑棋有点难受。难受，因为他这儿只多了这几招白棋，完全不损。对，几乎是纯度达到99%的不损。他有一种情况下本来会损，你比如这个哈，本来会损，就是你比如这些子都没有，他有可能损，因为将来这一带有子他可以进去。是。现在这儿黑棋已经铺了四个地板了，他是白便宜的。你看我这又一个劫财，又让你难受一下，但是我这个打还是先手。还有一个，我打的时候你是提还是接，对于职业高手来说他简直纠结，他是提还是接，纠结。你看你一提将来也就是一个跳嘛，一样的嘛，我要挡我也挡上了嘛。还有啊，以后我这个地方尝一下，你这又损一目。对啊，
而且这个长是先手，要是你这个冲断呢，他得补这个。对呀、啊，等于说这个当然是小一点、嗯，这个难受小一点，最主要就是这一长。对，这长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朴廷桓他该怎么个？哎呀，不管他，就算他挡吧、嗯、啊，这是我们白来的便宜。接下来主要还有更妙的。就是当我看这个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黑棋就白棋已经走上一个轨道，这个轨道叫什么？很难得的走上一个轨道，这个轨道叫完胜轨道，就是从续盘开始棋下得清楚，然后领先。对，而且关键它这个运行方式很简单。嗯，而实战当中姜维杰下的一招是什么呢？这招棋也是很耐人寻味，他下的是这个小飞。所以我想议论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年轻人如果他想一点别的哈，这个首先小飞，新贵小飞手脚据我看是姜维杰九段他非常喜欢的一个方式。哦，他一有机会他心里就想飞手脚。那么你非常喜欢的一个方式也许导致这个局面的控制不够，那么希望年轻人总结一下、嗯、是不是啊。我也是夸张一点说，就不要死抱着自己喜欢的东西不放手，但是呢又要坚持自己的特点，这两者之间又有一个度。对，也希望年轻人去琢磨，我们欣赏棋可以这样看、嗯、啊。那么他下的这个，我建议他下的是什么呢？先送，就腰拐先尝他一下。哎，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时机很好。啊，你拐吃我马上送。对，他黑棋长探一声，多半是大吃的。好、嗯、现在呢我们发现呢白棋第一个实地是占优，我们先数数空啊。嗯，数数空你就知道白棋下一步应该怎么下，分析这个局面啊。你看他这个地方黑棋空是铁的，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十二，这个棋我算他二十二目啊，这已经算很撑了，很撑了。然后在外边呢，白棋也有，黑棋也有，就没有。二十二目之后没了，这个地方有两目墙，嗯，二十四目，这个地方呢十目不到，三十四目，是不是啊、嗯？白棋这块呢，这补一个一尖一挡，二四五六目，对，七八目，这活棋是没问题的，哦、已经八目了。这个地方是十目以上，十八目，嗯，你刚才三十四目，十八目，你多我十二目是吧？我这还有一只脚、啊，十六亩啊，十六，我这还有一只脚。对，而且现在轮到白棋下，而且跟五下，是吧？所以这个不会了是吧？哎，因此白棋现在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嗯、一评估，你续盘寥寥几招，它就已经明显优势了。那么就要控制，怎么样控制呢？叫控制这个疆域，要使这个疆域啊变得这个我可控啊。因此呢，这一代要下大场也应该下这个，拆过来，对，是吧？嗯。也要下应该是这样，它幅度小嘛，因为左边你要进去，我这个变成空我也很大。其实我更要推荐的一招是什么呢？就下这个跳，跳过来这一跳，我觉得这个棋基本上是完胜截止节奏。因此我就在想，小乔，我看了这个盘棋，我在想，当然他们现在年轻人都很优秀啊，嗯，但这个格局假如白方下白方的是聂卫平老师、马晓春九段的话，他们这种风格的价值观的棋手的话，这个他就会把这个缰绳勒得死死的，嗯，啊，勒得非常好。哎，接下来我们看怎么办，就是白棋现在跳，稳稳的控制中府，因为空我已经够了，我只要不让你的幅度大就行。一跳，你说黑棋下一步怎么下？他最关键，邱丹云他有个这个问题，就这块棋是死的还是活的？这块棋，我们给大家摆一个基本图，是黑棋走嘛，当然它可以活，对，白棋走它就尖。尖的话，黑棋要靠住是吗？黑棋必要做活的时候必须靠。他如果虎的话，被一点，局部是死的。对啊，你靠的时候，他现在是不是可以搬？啊，搬这个，然后黑棋断。对，然后他再吃。再叫吃。他叫吃这个，你不能反击。叫吃，我只能立。一反击，他就提活了。对，所以你只能立。然后白棋再虎。再补回去、啊，对。再补回去。嗯。好了，你这个地方怎么活？这里面是一个打劫杀。是打劫活，因为你不能尖，这个是先手，你尖死了，你只有吃。嗯，吃他一扳，对，打劫杀。换句话说，这块棋没活。好了，了解了这个变化之后，我们就知道，当白棋跳这个的时候，黑棋必须要走棋。你不走棋，人家东碰西撞，待会儿吃你了。比如说这靠靠你之类的，对，你这受不了，不知道怎么办。黑棋下一招只此一手、啊，只能走这个。盖过来。然后白棋再顺便问你一个。那他得接着盖。你这个只有盖。这不能被拐出来吧？这个就是盖二盖一，必须盖、嗯。然后他就顺便扳你一下。你可以带空钻出来，你只有走这个，是没有别的选择。好了，现在我走这个。哎，这块白棋发现活的意外的这么大，这么大，而且你这块还没活。你看将来一爬一点，这个点着你这块棋真的还没活。是。好了，现在我们来数空。嗯。黑棋全盘上边二十目多一点，刚才这儿给他数了十目。嗯。现在可没有，收官的时候，一个是点，还有小尖，这也是我的官子是吧？后来这个官子被
对那个朴廷桓用，下面你说这个不是完胜轨道吗？对，这块白棋中府还有点东西，是有这挖断都没用。对，那么这样的格局，我就说，要是老一辈的我们棋上的这高手，他们来下来立刻就发现这个，就把这个马头给他撅住了啊。年轻人呢，他们跳骑马舞可能很好，但是这个很遗憾，就这些棋。其实这些跑都跑不了。对，像姜维杰这样的棋风呢，他可能更注重于目数一些。嗯，他对于像中府这样的跳呢，他觉得哎比较虚，可能一下子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利益，但实际上非常的巨大。对，你走完之后这样一拆的话，觉得这黑棋要到哪里去争胜负呢？要活，全世界白棋都是活的。对呀、啊。然后你要登打不开，你也没有后势可以依托。待会儿你小心人家一吃，把这个一抱，他还是后势。嗯，这个棋是完败。这个变化图确实白棋非常好。对、嗯、我们再看实战啊。对，所以当时在网上看棋，看到这些变化的时候，哎呀，心里真是着急啊。好，他这个没送，然后呢白棋小飞，我行我素的小飞手脚、嗯、他送给黑棋一个，你看他这个疆域扩大了。嗯，将来当然你也不怕，但是不是变化多吗？谁喜欢变化多呢？劣势的一方喜欢变化多啊。是不是啊？嗯，啊，他下一张还走这个小尖，他觉得可以稳稳的把控守住，哎，觉得自己实地可能是够了，但是他忽略了一些中央的一些因素。是啊，觉得后来当然也要说朴廷桓下得好，但是我们由此也可以知道、嗯、我们现在围棋媒体说韩国的朴廷桓，他基本上可以算现在韩国的第一忍者啊。但实际上知道他强很重要，你知道他没有你自己强更重要、嗯、就是说朴廷桓他没有那么的好啊、哦，对，啊、嗯，其实这个掌握的尺度也是很纠结，因为你说姜维杰跟朴廷桓，如果说我们客观的来说的话，可能两个人实力差不多哈，觉得、嗯，但是作为姜维杰这一方，那么我既然坐在棋盘上对阵朴廷桓，而且又是那么重要的比赛，那么自信心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他有自信，那么这个棋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这两手棋就下得有点退缩，他就想稳稳的把棋好像能拿下来就行了。对，但是小秋你这样说呢也可能不太公平、也可能也许人家想的就是我已经拿住了，是他觉得这个很稳嘛。所以呢这个东西还要打一个问号，那个说法怎么样还打一个问号啊。那么这个棋接下来黑棋要拿出些什么招法来、因为现在黑棋局面不是很有利啊、看起来。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这盘精彩的对局。这盘精彩重要。嗯，而且赢的一方我一看他是2亿元的奖金。两亿元的奖金、啊、两亿韩币、啊、先说清楚，那也不得了所以以为两亿人民币所以他这个压力很大啊、了解这些再来看棋，其实棋手他的心理啊，像姜维杰九段为什么这样下，也有多种诠释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对，下边黑棋，黑棋靠一个，哎，你看这个白棋下得多稳啊，白棋长，对，这个长就是他认为优势，下得非常稳。其实我觉得呢还是扳吧，因为左边这一带究竟怎么样，黑棋能够猜到哪一路不太清楚，我就知道现在搬、让你不要占便宜，再蹲下去，再立下，保证我这块棋呢将来空间够，就算被你跳了我也可以活。是，本来这样下是也是很简单。那么黑棋大概要拆一个吗？还是不知道他究竟怎么，他拐我就成了啊、你猜就猜嘛，猜就猜，然后我就在这一带再来进来嘛。本来是这样，但姜维杰呢这下得很稳，他就藏起来，猜，对，这个猜二也算对，猜二，对，下一步我们看到朴廷桓这个拼命三郎的这个姿态非常好，他下得很拼，胜负要拼，对，普通来说白棋猜二的话，黑棋是不是在这一带补一个？对对，比如下另一个就很有价值嘛，本来下另一个啊，你如果现在这个下里就可以，这个白棋大概不走了，我估计，但是这个。此一时彼一时，那现在长可能会有变了。我不知道了，可能也还来得及。关键要知道有这个长。对。结果呢？朴廷桓不，他就发现这个棋，我看这个招法，我认为他在拼。对。但也许呢，你去采访人家朴廷桓，他说我觉得我很好，我没有不好过。按说呢，应该是那个大，结果他抢了这个。他拆了这个二。对。他显然还是看着中间有预谋的，我觉得是。有预谋的。顺便说一下。千头万绪当中，为什么刚才说要跳这个呢？就是因为白棋这一块棋，它没有100%的活劲。对，如果黑棋这块它变得比较强的话呢，
再加上第二个因素，白球认为自己形势不错的话呢，这个地方终究心中有一点阴影。是的，是吧？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刚才王老师摆变化图要跳过来，这个是一个就是厚薄一个转换的关系。如果被人家先过来的话，就变成白棋。对他，但是过去也现在看上去也像单关，对姜维杰暂时也不着急哈。问题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刚才如果黑棋白棋在中间走了棋啊，中府的这个立场力量的这个场合啊。改变了之后，影响到下边大场的价值。嗯，主要是这个意思。是的，在优势方呢，这个方式最容易掌控。没错。行，我们现在接着看。现在白棋搬这个巨大搬，他其实这个搬呢，看起来这个刚才这个差尔就觉得应该是先手。嗯。这个搬呢，觉得应该是理所当然，你不走还能行啊？我这照过来，你这个子都快死了。对。但是碰到朴廷桓呢，他恰恰就是脱线。对他下得好，朴廷桓以下有几招是下得非常漂亮。是的。这让人很意外。对，他实际上是点，是吧？嗯，他先点了，先考验一下。这招棋好手，嗯，这个要承认，人家确实下得好啊。嗯，白棋现在当然也有好多可以考虑的，但是他就把它做活，最简单，是吧？对。好，第二招尖，他先尖，这又是个好手。对。以下隐藏的好手呢，姜维杰可能大意了。嗯，我觉得这招棋呢，现在要从这儿拐了，我觉得。嗯。黑棋最狂的是这个。那我就不应他，对，你就跳嘛，先头先出去再说。你接我就把这个接上啊，哎，就这个不知道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值得一拼。对，虽然这块白棋现在从两只眼变成了一只眼都没有，都没有了，但是他的头大踏步的跳出来了，对，值得一拼。嗯，是的。后来我们看，实际上姜维杰他挡这个，嗯，他觉得我是活的，对，嗯，然后呢，朴廷桓是这个吧，压住了，对他可能对这招棋啊忽略了。嗯，我觉得姜维杰九段当时可能忽略，因为我们知道这盘棋啊，它是最后一局，而且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对，续盘稍微慎重一点，你就用掉30-40分钟，是，最后你就要进入读秒，因为10-20分钟的时候就感到比较紧了，是，复杂的变化有的时候你大眼就晃过去了，对，所以他忽略了，就这个压居然很有意思，他忽略了，因为下边你不能再走了，你走这个不行了。走一个，你走一个，走一个，对，人家边打过来，打你一下。如果没有这个，他打不着，是，就这个区别很大。嗯，打一下你走，然后中间有点看不清楚，踢掉。嗯，假如说这样的话呢，嗯，因为我觉得黑棋，虽然补一个不是很大，但是即使他补一个，比如说补一个，您中间。这跟刚才跳的话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现在人家已经铁后了。对，你这敢再进来，我都恨不得要杀你了。嗯，对，黑棋可以先攻嘛，中间可以先攻过来是吧？先攻的时候，这个白棋有点含糊，不太清楚。嗯，你又不能这样卑躬屈膝的去做活是吧？他再封住，然后你再去做活，这个不像样吧？那人家这个、这个、不像样，简直赢多了。对，所以呢，这个地方不行。那么他可能，我估计姜维杰九段他。也忽略了这招棋，但是这情有可原，这个棋手嘛，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呢，是在以后盖住，那么白棋飞，这也是对的。是。黑棋朴廷桓团，这个是先手。哎呀，这个是内心很痛苦。对。后来只好立，是吧？不然的话，人家一断，死了。死了。嗯，尽死。你打吃我一般就死。死了。所以这个必须，那这两招他便宜大了。对。但形势呢，我觉得下一招朴廷桓也下得很好，他走这个是吧？对，形势仍然是你要认为白棋好还是有理由的吧。嗯，可惜这人没藏。好，接着下一招点三三，再下一招朴廷桓又是拼搏的一招，所以我觉得他这招棋和这招棋啊，嗯，小秋说明他知道这个形势不好。对，他可能一直都觉得之前有点吃亏了。其实呢，现在这个形势黑棋已经完全捞回来了。嗯，下一招他就应该走这个，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飞走这个，你只有搬，嗯，他再一挡，然后再一虎，你不能虎，你虎他吃你，哦，虎了就直接吃了，对，他就直接吃了，你断有味道他就退嘛，嗯，他局部是吃你的，对，你到这一带来腾挪的时候，他在这儿再补一招就是了，嗯，他是已经给你吃掉了，嗯，然后这个棋呢再慢慢往前下，黑棋至少是军事，我觉得，嗯，黑棋已经不差了，你不差一退就吃掉了，对，因为你盖他就搬住嘛。这个曾子是肯定黑棋有利，对，哎，你这儿出来是没有前途的，嗯，哎，你只有在这儿来续他就补一招，对，行了。因此下成这样呢，黑棋这样走完了之后，白棋下一招怎么下还颇为
头疼，因为他这个也算一个下法，这个也算一个下法。他飞一个。对你飞他就算了嘛。那这个官子便宜、就是、就官子而已、嗯、是吧？结果呢，朴廷桓他自己又去飞这个，飞这个姜维杰再飞这个绝好、哎、因为他飞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想这样吃你是吧？你走这个，他走这个，对，他跳到这儿，这样就没有争死问题了，没有争死问题，连引争都没有。但是这样白棋其实也可以跟他拼，对，也我就接上你来吃吧，或者我冲一下你来吃啊，那挺狠的，那、哎、你也不好吃、嗯、是。何况呢，人家白棋这一踹，这下他不好善后了，现在他这个没法吃了，你再来吃，你比如你吃这个，他走这个，你又不能挤，挤了打劫了、嗯、是不是啊？是，只能要杀他的话，那你怎么杀？我不知道这棋你怎么杀、挺已经不好杀了，对，哎，已经不好杀了。好，所以这样白棋又现在白棋又有优势了。我们接着往下看、黑棋下一招朴廷桓，你看就是来追脚后跟，追击，嗯，追击，要求你活给我看呢，你这两只眼还没码出来呢，你如果肯挡住，那我这白便宜了，便宜一点，对、嗯、那姜维杰当然是压。这会儿呢，我就希望实战当中姜维杰九段呢，因为下棋他还有很多心理活动啊，嗯，他最好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白棋应该先尝一个，他没有发现就好了。如果他在实战对局当中他发现我第一时间应该送一个，那就完了，这个心情就受影响了，是吧？这个也没有找姜维杰求证，希望他是一直这盘棋下完都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应该先尝一个。您下回碰到他的时候可以问他一下。问他一下。因为下棋有心理活动，就有些东西我眼不见心不烦。嗯。我既然已经犯了错误，我不知道，这个最好。对。你犯了错误，你又很纠结、那就麻烦。有些人可能心理调节能力比较好，哎，他知道我这个地方是犯了错误，嗯嗯嗯、但是。我把精力赶紧集中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赶紧去判断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嗯、这个很重要，这也是另外一个、是的。好，我们接着看，压黑棋走天元，白棋搬，是吧？嗯，对。这意外的，这个棋下一次黑棋也很难下，对，黑棋还是难下，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他拐吃，他拐打，对。那么白棋尖护一个，他因为这块棋毕竟没有活进嘛，是黑棋在飞，嗯，白棋呢下一招要寻求行棋的这个原点，所以他就尝一个，这也是对的。黑棋在加，这是当然的好手。嗯。白棋顺便再一跳，是吧？黑棋再一叫吃，哎，当白棋把这个头转过来的时候，一看还是白棋优势。还白棋轻。还是白棋优势。是。哎，因为这块棋实在着急的时候，他这个要吃它是很难的，要吃劲。嗯，他这里只要能做出一只先手眼，角儿一尖就是一只后手眼，这个也是眼，他马上活的、这个、啊，对，你跨都没用，一冲一接扳先手，一道虎是活的。好，黑棋朴廷桓一看这个棋，按理说势成棋虎，他是应该这样下的，扳一个，对，就是把这个子弃掉，把这个大块合拢，嗯，但这样不够，我们凭经验不用数控，这个连骨头带肉吃掉，这个、然后这儿你还没吃掉，对啊，你肯定不够，嗯，所以他就走这个。姜维杰走，冲冲，挡住，挡住。下一招一下，我觉得我一看这棋，他断吃这个，我一看这个黑棋不是就肯定输了吗？这个你还下什么？他一尝啊，因为小球他是这样，白棋不用干干净净把你这吃光。嗯，你这一段吃，他一尝已经大大的损害了这一代的潜力。下一招本来是应该从这儿打的。对啊，我下一招一拐，您下哪儿啊？你不是还想吃我吗？嗯，我这个总会的。嗯，关键你这个景气二指头被人家拐，你没法防。嗯，你防什么呀？是吧？是。所以这个地方一看，哎，这白棋太好下了。嗯。因此下一步啊，我就产生另外一个话题，小球啊，就是我们这些战士啊，年轻的战士，他们这会儿肯定读秒了，他们快棋都下得非常好。在快棋当中，他第一感想的是什么呢？我推测，我从棋上看，他们更多的是盯着对方棋形的毛病。嗯，更多的是搜寻对方棋形的毛病，而没有那么多功夫来看自己棋形有什么需要。嗯，我觉得这个呢，如果他们年轻人能够多考虑一下这个就好了。嗯、下一招棋像我这个老家伙一看啊，我第一感就是这个。我也是这么想。我就这个、看棋的时候我就想赶紧尝一个。就你就尝，因为我这个已经得了。是的。下一步你靠这个呢，等于我现在来拖你，你还不一定活呢。嗯。我就先斩草除根，把自己走好。对，这期我看你黑棋怎么表演，这期我看黑棋也是要输不少的。黑棋大概要扳下，你扳我就顶了，顶了。嗯，他你再压我就扳，嗯，扳底下。嗯，我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活，然后我这个子只要像铁流一般，像岩浆一般、流到中间来我就赢了。啊、
你接下来你怎么下？对，白棋要求进入嘛。对，我也不是说非得吃你，我这样还欠一段。哎，我这底下先搬过了，我看你怎么着。这儿这黑棋也你不知道怎么办。你要切断我，你必须靠这个。但是这一切断，我这已经回家了。而且这还断，所以你几乎要接这个，你接这个下一步该我下，我不会了，还该我下，我确实不会了，我就拐这个吧。啊，对啊，你这个仍然不能走这个，走这个我待会儿一跳也回去了。是啊，先把中间大棋走，对，这块吃不吃的先放这儿，所以要挟你一下。这个棋呢变化很多，是，但是白棋显然是怎么变化都可以哈。嗯，关键我觉得我建议我们大家看一个什么信息呢？看一个什么线索呢？就当这种棋形出现的时候。时间也很紧，十万火急啊、嗯、你究竟是第一感想把人家全部吃光呢，还是我独善其身已经够了？嗯，就这个价值观的冲突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关键是你要确定一条明确的路，你要干什么、嗯、对，这个很重要。对，你不要犹豫，我到底是这一步想干什么，下一步又改主意了，那就麻烦了。嗯，当然姜维杰他是确定了一条道路，但是这个道路 他要吃。对，哎，他真是肚子饿了，他要吃。嗯，这棋你看这个多清楚啊，就跳那、啊、这个棋现在该我不是现在这个棋啊、嗯、小乔，我就让你该黑棋下，我就算该黑棋下黑棋都很难受、嗯、他也不知道怎么活。对呀、啊、其实你看你没有活该，你走这个我就跳这个啊、嗯、待会儿我二路再尖一下你也苦得不得了、嗯、而且现在该我下，该我下，我这个是手筋啊，我这个拖把你眼位挤压都没了。是的，所以这个地方给大家希望留下印象，然后我们再看他们实战也很精彩，嗯，确实也很感动，叫做惊天地泣鬼神，也可以这样形容啊。但是我们看冷静的一场，让他出牌。嗯，好，我们看实战，姜维杰下的是这个班，我一看，哎呦，我大吃一惊，吓一跳。打吃。打吃，嗯，他倒是凑人家打吃，这样这块棋全部放心了。对，断。断。然后。又连杆吃，哎呀。嗯，一招一式简直，敲得来这个心脏都受不了，叮叮当当的。这个时候看的人肯定是惊心动魄的。因为还好，我们就说现在这个比赛啊，因为我们中国职业围棋现在非常好，当然业余围棋也很好啊，就是跟过去的年代不一样。过去在我年轻时候看叶卫平老师他们下棋在顶尖争夺的时候，那个真是心脏不健康受不了、啊。所以后来聂老在擂台赛当中那些表现确实是很好啊。现在呢，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很重要，但是输了也没关系、嗯、我们总结一点经验下次再赢就是了。对，而且世界冠军又这么多嘛，是，哎、所以我们现在更有条件更多的欣赏棋艺。嗯，通过一盘棋了解棋手当时他的心情心理活动、嗯、是不是啊，手谈嘛，大家交流嘛，是这样啊。好，我们看黑棋挡下去，那看起来呢这两个子已经被吃掉了、嗯、那么白棋要怎么杀他呢、嗯、他吓得很，就这样把他活生生的把眼先掐掉，给他残、嗯、踢掉，然后拐打白棋长，嗯，黑棋盖，哎，平定环这个下的不错，他先急打这一下，急打，嗯，接上这个你不能被拔，这个成针眼了、嗯，然后再打吃，白棋这个必须要下蹲，不然人家有眼位，然后他把这个给打了、这个、是吧？给打掉啊，这个打掉，嗯、接上。黑棋这一搬，黑棋搬这个、嗯，这个打呢倒是后打，他是先搬的。嗯，他是不是先提了一下，跟他交换了一下，然后他扑？没有提，最后他是白棋吃的。哦，对对对，白棋吃的，变成他搬，他搬这个。嗯。哦。对。他好像，哦，这个没有先打掉。对，没有先打。嗯。双方都读秒了，很精彩哈、嗯啊。下一招棋普通下怎么样，小？假如说，嗯，白棋普通下就不杀他了吗？就我就打这个的，人、嗯、家是活的。黑棋这个块棋呢，由于他这个，他就叫吃。提掉是先手，嗯，提不提都行了。他倒虎、嗯、反正立下去也是一只眼，嗯嗯，这样呢，它里面其实就是两只眼，加上这五目棋是，加上这三目，总共是五目。嗯，但是白棋呢，争到一个宝贵的先手，比如说。嗯嗯，咱们帮他想点办法，是先走角吗？还是先从中间这一段挑？赢棋就走这个，嗯，输棋就走这个吧。中间下一步一靠，对，是有很多东西。对，这样好像白棋也可以。对，也可以。这形势并不差，白棋、嗯、至少是并不差。嗯。赢棋就尖一个就行了。啊。这个空就够了，你挤我就接嘛。哦。你补嘛，我就再补一个嘛。哦。这个本来就大。嗯。但是呢。姜维杰仍然是，就是他这种勇猛的精神，确实我们看着也很感动啊。嗯、
可是呢，他最终的结果，最终的结果我们不能不结合这个比赛的结果来看啊。对，你这个冲锋陷阵也是一种下法，但是居然你等待也能够赢，这个是很奇特的啊。这样下白棋也可以，我们再看实战吧。关键是好像姜维杰他不太善于等待。我有一次啊，在大概一年左右时间不到以前，我看见姜维杰下了一盘棋，围甲联赛吧。当时我看那盘棋，我很高兴，因为当时他已经夺了世界冠军了。他下那盘棋呢，就是执黑先行啊，他碰上一个比他更年轻的对手啊，全部是四平八稳的行棋。那他赢了。没有经过战斗，就黑棋盘面领先了接近20目。那个小伙子，他的对手呢也很年轻啊，也很优秀。当时我看到这个信息，我很高兴，因为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年轻棋手啊，他们尝试一下，非常擅长战争，但是也要尝试一下和平。我非常希望他们这样。对，王老师很喜欢说铺铺地板就能赢下来，这个是功力。那个我很喜欢，这是功力。当然你大砍大杀赢了，当然也我也很喜欢。我希望大家都，如果你有什么不足，能够自己补一点营养，补一点维生素。我希望他们年轻高手这样。当然他们就现在这样也很好啊。对。不能说输了一盘棋就批评人家啊。就这个意思。个性鲜明。我们当然大家看棋希望看到这个五彩缤纷嘛。什么样的景色都有才好啊。你都是一个，哎呦，大油画一样，一出来就是浓墨重彩的，一下天空的这个云就像雪，就流的雪的颜色一样。血色天空哈，就有点太刺激了，好像。我们看，但是白棋呢，他亮了一招。这个局不是守进，但朴廷桓，你看他的抵抗精神。他是先打的吗？对。所以这盘棋看完了之后，我们发现姜维杰的水准是比朴廷桓明显高啊。真的，我的感受是这个。那其实王老师他现在回头不也还来得及吗？浪子回头金不换嘛。比刚才是不是还好点？等你跳出去的时候，我赶紧出去。对对对，棋谱反正是这样记的啊。也许他这个叫吃是先叫吃。他先叫吃的话，白棋可能稍微差一点，比这一下差一点，那他也可以跳在这儿。对，但是人就怕这个。跳出去。人就怕这个，他以为已经成功了。他觉得他要坚定他的意念，加上去的时候是我已经吃你了，是，你这个就不好说了，是吧？那这个就不行。这样的呢，他叫吃，所以白棋接上，打吃，黑棋吃，他单长，你单长，结果人家有一个富有柔性的尖，这一尖有一个赖皮尖，尖这个，而且这一尖还不是很赖皮，这是一个打劫，很好，我觉得这个我们看这些棋确实是挺好的，抛开胜负啊，抛开胜负来看，挺好的。叫吃，那么黑棋当然接上打劫，是吧？白棋提，黑棋再拐，弯一个，对，白棋靠住，靠住，那么黑棋提。这会儿我们可以想象读秒声的催促，读秒在催促。那么姜维杰呢，不是说一退让就输了这棋，因此他内心有多纠结，而且呢又没有现成的劫材，对，你想他如果说是慢棋的话，他有时间先计算一下劫材的话，他可能不会选择这个变化，因为很明显，现在白棋真的是没有劫材，没有劫材，这全盘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劫。对，这个，没办法，真的很痛苦，那叫吃，还行，我觉得这个胜负还很难讲，接上，然后白棋再吃，这也很大，白棋立下去，还是很大，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这目数倒是吃了不少，但是现在轮到黑棋下，轮到黑棋下，对。轮到黑棋下，但接下来呢又是读秒打将，这个确实就不能怪棋手了啊，棋手都要犯错误，是不是朴廷桓冲啊？是的，他冲了一个，冲这个姜维杰这个挡，这就是问棋手，这应该不走，先搁着就不走啊，下一步黑棋怎么补啊？有连过端只有走这个，对啊，那待会儿有了这个这一带就完全不一样，就这个是一个严重的水手，就这招棋也是一看，哎呀，那没办法。后来你走了这个，人家走完了，一吃连过端了嘛。对，这个差很多啊，这个差太多了。你看，你待会儿要吃到这儿，我一煎这个，你稍微外边有点风吹草动，待会儿你这个棋还是死的活的还不清楚呢。你看这还有个虎。是的。这差很远，所以你几乎只能挤，你挤好它接，然后你扳接走这儿有家。这个就没办法了啊！这是一冲，他就顺手一挡，这也是读秒嘛，要考虑我在这究竟下什么？读到58秒，赶快挡一下。这个人家家又开始想了半天，又冲一下，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啊。因为这个快棋啊，广大的棋友，如果我们再把这些线索重新回忆一下，第一个这是龙心战，最后一战，
中韩要争冠军就靠这一盘。第二一个奖金输了一分钱都没有，啊，好多队友都嗷嗷待哺啊，等你下锅呢。哎，第三一个姜维杰对朴廷桓，小球你说的是已经连输了三盘。对，是的。哎，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再来体会棋手这会儿的心情。嗯，这才像这个大片嘛。我经常想给大家说，我们围棋实际上每一盘棋重要的棋都是一个大片，嗯，都是一本小说，非常棒。你了解了这些，你才能理解这些味道。好，下一步人家一接，好，他一看呢，本来这个实惠，他发现这个被中间人家一走，这个区别有点大。比如说这一带吧，这一带，嗯，所以他想先动手。先动手该从什么地方动很难说，这个就是普通的一招。他点了一下，这普通一招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嗯。下一步黑棋朴廷桓，他先断了。啊，先断。我不知道他是打将还是。他打将，对，嗯，这个呢很遗憾，这个地方拐回来吧，还要补一招。他关键在于他被人家先手便宜了，等于吃了。嗯。然后你落了一个后手。对，落了一个后手，后手虽然这个大一点，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四，这个得小二十五目加这个厚薄。嗯，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嗯，只有十四目。对，这个明显大。是这个好还是这个好？因为这个走完这还要补一个，要是刚才把这个交换到就好了。刚才但交换不到。还有一个问题是，黑棋假如说挡一下的话，白棋他我只能打回去，我便宜两目。他可以便宜一点，就是说啊。还有这个地方，如果我补在这儿。那么这一咔嚓直接就有味道，这一带有味道，嗯，是的，是吧？就这个意思。好，算了，还是挡住算了，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朴廷桓是挡吧？对，他挡下去了。嗯，他把脚吃住了。下一步白棋也挡，对。哎，黑棋要有本事的话呢，他本来是要贴，要有本事要贴。是。但朴廷桓现在也这个棋也看不清楚，他就选择这个。他扳底下是。好，那姜维杰上边拐这招棋。天经地义，好棋，嗯，黑棋必须接。这会儿我们想啊，两位都在拼刺刀啊，最后阶段了，嗯，都读秒了。最后我们再来看，哎呦喂，邱丹云，你说要是这些没交换，这是什么故事啊？好多了，这个是不是啊？差很多，确实，而且这个是我的权利啊。对。哎呀，这个就不说了。我也希望姜维杰对局当中也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那就好了。嗯，因为要认识到他太沮丧了。这个就觉得太那个了，有些错误我们是要知道，有些错误确实要不知道。嗯，眼不见心不烦，我不知道。哎，白棋现在尖刺，尖刺这道棋不错，啊。黑棋接上。哎，黑棋朴廷桓面临考验，这个地方他也很难受哈，啊，因为这个子要是被切下来的话，这个也很肥沃。是啊。哎，没错。所以他牙一咬，他这会儿气场有力，就是两个棋手之间下棋，邱丹云他还有个这个什么呢？广大棋友肯定也知道，嗯，我们文凭对坐的时候。重要的比赛下到后来啊，虽然一言不发，但是这个气场他的对手能感受到一些，是吧？是 的， 是的，我估计朴廷桓他现在气场感受啊，他觉得他占优了，对，所以他居然这个都敢接，按理说呢他应该很犹豫，这个地方他可以挺冒险，对，他可以下的招法还比较多，还可以下这个啊，他可以下的多了，比如说他下的温柔一点，嗯，他就尖回去算了，哎，尖也是一招，嗯，啊。这个你看，他气场很强，他要盯着这个地方的位置。他一定要接住。对，他觉得我冲断先手。姜维杰的气场在这儿，读秒声的确实我觉得松了。是。他走这个，是吧？这个棋我觉得白棋的文章太多了，你为什么不跳呢？邱丹云。跳他冲断吧。啊，冲断，我们来看看。哎，冲，断，哇！我先让你眼冒金星。嗯。这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先来一下，让你眼冒金星。然后我这个故事多了，我跳啊。跳这个啊，这些也可以啊。哦，你这个地方是你可以吃我，我不要了，我不是要要的，我待会儿这个子有根了，我再要。嗯，那是我要吃你的时候。是。让我走这个，邱丹云，我觉得断都可以吧，扳好像也行，扳。啊，好像可以做的文章一大堆，太多我觉得。这期我觉得这样是白棋优势。但是黑棋白棋胜势，我觉得太不简明了。啊。黑棋本来它可能这个应该是朝天上踢，嗯，大局为重嘛。对。但是我们这也走亏了嘛。是。我们这也走亏了，就这样一般他怎么玩啊？你看这一线你要断，我挡先手，这有打，这有先手的时候，嗯，我再把这个一退尖，让你走。你怎么玩？你这个就没法玩啊！我觉得很遗憾，就是我说啊，这个双方啊，这个当然也是读秒啊，嗯，因为我年轻时候下过棋，我也读过秒。我知道重要比赛读到最后一分啊，
这个东西你赢了就是英雄，确实你了不起，但是很多同志就动摇了。嗯，好，他这个动摇一看太遗憾了，去了黑棋搬搬，然后白棋再跳这个，再跳，对，嗯，黑棋再跳跳，嗯，白棋走这个也飞，黑棋再靠，这个朴廷桓也是守金，但是也是这个可以说打一个引号，把脑袋挂在皮带上。我觉得他有这个必要吗？这但他现在他有点难受，嗯，因为他这块棋没活啊，嗯，他必须要反击，是，他是刚才犯了错误，对，刚才他已经可以就是退一步就行了，对，他好一些，好一些啊，是不是赢定了不好说，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嗯，白棋长这个地方很精彩，后来，那么黑棋是冲吧，对，白棋断，黑棋叫吃了吗？叫吃了，叫吃了，他再冲，哇，下一招简直是拼命，这个朴廷桓拼得太好了。嗯，这个所以我觉得对手强也是好事，这个拼命冲，哎，姜维杰长也是不错的一招，黑棋长这个必须长啊，然后我们接着看他一冲，冲挡住，再一冲，再一冲，嗯，黑棋也必须挡住，这个叫纸里包不住火啊，包不住火也得包，不包这个地方被拿下来不行，是，那么姜维杰一提提掉，打吃，打吃，嗯，大劫，对，是吧？这突然在后半盘出了一个这么大的劫，这么大的劫叫吃啊！作为优势方来说，这是不应该出现的。叫吃，嗯，好，我以为最后的白棋的败招是在这儿哈、啊。朴廷桓是叫吃吧？大吃，对，是的。姜维杰提这个，对他觉得这个、哎、没有，邱丹云他为什么不吃这个呢？吃这个黑棋现在不能提，可以提，可以提，提的话被打了，我还是追打。一样的，就姜维杰为什么不吃这个？我简直吃这个他只能走，我吃这个嘛。啊、嗯，让你走，你得提这个。对 对。然后我再把这个提掉嘛。嗯。我这个提掉也行，我再靠这个也行吧，因为你这个是先手嘛。对对对。就是你这个是先手。白棋可以直接吃到这儿。我直接把这个吃掉。嗯。这棋呢，我对形势判断特别差，我觉得这样白棋也没有赢、嗯。对。但是肯定没输。哦。就这样下肯定没输。嗯，就他为什么不这样下呢？我就不懂。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个棋大啊！你先把它走中嘛，啊，然后再来解消嘛。我这个完全不解，而且这个地方邱丹云啊，以后我觉得这种还有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嗯，有些味道。这地方是不是啊？是的，是的，这可能是白棋最后一个机会。那后来一招摆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你看看你、嗯、你就觉得不可思议。他被他直接他解消，人家把这个提掉。对。让他突然到千里之外去收一个。很小的官子，他收了这个。对，姜维杰他担心这个地方被人家搜刮。不，这个确实也挺大。也挺大。如果你不走，被人跳进去，你就脚是没有。是挺大。问题是，邱丹云这个人家是先手啊。啊。他是。嗯。他实战是。他是接这个嘛、啊？他接这个，人家是先手啊，因为他下一步长没有先手，你这三个子你必须要应。嗯，靠回来。等于这个地方他是和我们那个变化相比，得先手十目朝外。对，他本来他挤打在这儿，这一盖住这儿全都是全是空啊，是啊，全部都是，是啊，啊，这个差距有点大，确实是。但是当然是惊心动魄的一局，嗯、我觉得没错。嗯、啊，这棋呢，就是下到这里的时候呢，底下姜维杰还是进行了很多，就是他搬搬住，对，然后黑棋最后一招那个黑棋那招摆给大家 看。哦，黑棋那底下是小尖这个的，对，他收目。对，我们刚才在续盘到中盘的时候讲，白棋搬到这儿以后有一个尖，嗯啊、对。各位还记得吗？然后现在黑棋到那儿去尖了，这尖好手。没错，在这个局部呢，它这个尖的收官是最佳的收官方式，嗯、比跳一个要好。因为你跳的话，人家就冲个夹住你。嗯。那小尖呢，它可以先手把你脚上的木都破得差不多了。是是是。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黑的朴廷桓呢、嗯、是中盘战胜了姜维杰，为韩国队第11次夺得了农心杯。啊，这盘棋呢，总体来说，姜维杰是比较可惜的。对，后来也是细棋、嗯、差一点，后来就差一点，也差不了太多。对，嗯，那么总体来说，前半盘呢，姜维杰还是发挥的比较好，取得了优势，但是在优势下呢，稍微有些放松了，或者说下的不够、嗯、清楚简明，嗯，啊，所以呢，最后这盘棋呢是输掉了。那王老师觉得呢，在这一代呢，嗯、姜维杰不要这么大刀阔斧的去。吃人家这块棋，你稍微温柔一点，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先尝一个。从古至今非好战，就不要非得把人家一锤子给锤死，就不要这样下了啊、哦。好，那今天的棋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谢谢您收看，再见。
好，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今天的文评论道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棋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